这是一份被破解的特级机密文档，赏金令。这是一份神秘的记录着无数超强武器的机密资料，如今却被人破解了。代号001，月龙有悔，万般变化皆由这招演化而成，闲暇之余可演奏一番。代号002，耀龙在天，这招势大力猛，对敌人压制效果拔群，适合正面对抗，稳中有强。代号003，战龙在天，顷刻之间就可转守为攻，化解敌人攻势，反败为胜。代号004，玉龙。你谁呀？在这胡乱图啥呢？我是谁？我是龙野，龙的传人。龙野，磨蹭什么呢？快来一起，就差你了。好嘞，体验赏金令第二季，即可获得这份机密文档，更多限定奖励、免费福利等你来拿。哦，对了，穿越火线定制版维他柠檬茶全新上市，记得来捧场哦！还有究极隐藏神器雷神套装一大堆。